我选择拳击之后呢，也有后悔过的时候。刚转入职业拳击不久，然后因为对职业拳击的不是很了解，这样我说就结束我的职业运动生涯，然后就回体制内上班。到最后就整个团队啊、教练呢，然后就给我讲，你只要坚持下去，一定可以的。因为现在重量级里面，然后你现在是佼佼者，虽说你可能说大家还不认识你。因为你还没有机会去亮相大的比赛，等你去亮相大的比赛、大型比赛之后，然后所有的观众就会把目光聚集在你的身上。Good work from Zhang, nice and accurate. 我就感觉我应该再去坚持一下，然后既然已经走到这个阶段了，然后再坚持一下，肯定会冲顶。And new WBO interim heavy.Champion of the world, Sholay Big Bang Shaw. 打职业拳击，可能说大家说为了挣钱，是这也是一部分啊。但是呢，为了更多的就是什么呢？让中国的面孔、亚洲面孔、中国面孔，然后更多的出现在世界职业拳击的舞台上面。我要是能够认证一件事情，我一定把它做到。因为转职业拳击，我的梦想就是世界拳王。想夺得世界拳王，那就要一场一场，一个人一个人去打，把每一个对手都干掉。OK， 这样你就会成为王者。从小我的身高啊，就要比我同龄的要高很多。性格嘛，还是比较倔强，应该小时候感觉比较倔强，干什么事情就一直干到底，啊，就是那样，认准的事情就自己一下干到底。Yes, sir. 我出生在一个就是农村嘛。这张是小学毕业照，知道吧？小学毕业照的照片。为了让志磊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就让志磊能够更好的在县城上学，我的父亲就是在这个地方买了房子，从一年级开始，志磊跟着我的父亲在这里生活。我感觉就这些照片，感觉到哎可爱。这是他上初中的生活照，你看多可爱，这各种造型都有。就爸爸感觉我身体很胖。然后就说你需要去锻炼身体，去做一些体育项目，去锻炼身体，去减肥啊，怎么样这样。我说 OK， 我可以啊。然后就去，到最后正好我们县划船队也在挑队员嘛，然后都把我挑到划船队去练划船了。但是我身高优势啊都很好啊，教练就说这练体育肯定是好苗子，然后就去省队，去省划船队试训。到那差不多训练了半个月，然后正好那一次试训我的腿也受伤了，受伤之后，然后就到最后教练就说让你回家也太可惜了，对吗？然后就说拳击散打你喜不喜欢呢？我拳击散打是干嘛的？但是我因为对拳击散打没有概念。然后教练当时就说打架的，我说可以到最后就去练拳击了。在98年，志磊去了郑州上街从事拳击。他告诉我，他就是在这个地方航校练拳击的，因为他第一次离家，在生活上不知道能不能照顾好自己，在拳击锻炼上、训练上不知道能不能吃下这些苦。当初练拳选择拳击，我都想练两年
然后会拳击，就是以后会打架，到社会上不会被欺负。刚开始转职业哪有那么高的梦想，刚开始就说就想不挨打就行，然后当时就这一个目标，不挨打就行。然后没想到刚进队，然后天天被队里的老队员揍，我跑也跑不过，打又打不过，那一种就心里面就很不好受了。然后教练在下面在说着你，然后说你那么大一个块儿，那么大的块头，然后他那么小，你打不过他。但是直到有一天，什么时候内心开始变强大了吗？因为到最后你知道这个都实战，你又躲不过去。然后有一天就是下午打实战，然后中午吃过饭之后，然后我看着训练馆走到那个路口，这边是宿舍，这边是训练馆，这边是饭堂嘛。然后走到那个路口，十字路口，然后我就想下午又是实战，我就想下午你把我击不倒，你打不倒我，我就给你打。从那一天，我的内心一下就强大了。这是志磊第一次上青海去集训的时候，第一次出远门买的这支工艺品。俺爹也非常喜欢，当宝贝一样，因为志磊不在家嘛，有时候俺让说摸摸，俺爹都不让摸，害怕摸脏了。哎，我都想着当时因为啥俺爹把这只狗看得这么宝贝的，其实也是因为这只狗是因为志磊买的吧，爱屋及乌嘛。2002年我进入国家队当陪练，可能说我的火候还差一点啊，那时间就进入也把我调入国家队，但不是主力。不当将军的士兵永远不是一个好士兵，对吗？那我到国家队，我也不甘心去做一个陪练，一直做一个陪练，我也想往上冲，我也想成为主力，我只能把我的主力打败，然后我就成为主力。我第一次做手术，肘关节做手术是2006年，保守治疗啊，然后去做康复训练呢，再困难，你要去做，然后就到最后就坚持下来，就坚持下来 ，OK 了。以前是在三头肌那儿疼，现在是在肩膀那儿疼，对吧？对，往前面转移了。Yeah, the pain just moved to a different area from there to a little bit to the shoulder. 总感觉就是肌肉。重量级一直是欧美人的天下嘛，你包括在奥运会上面，整个亚洲重量级只有两个人参赛，欧洲10个人。我就完全放下包袱了，我说管他能打到第几名呢，我不想这一个，我说就打一场，赢一场我就赚了，赢一场我就赚了。也很兴奋，然后也是主场，当时观众也是爆满，然后听着喊音就是为中国加油嘛，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张振磊加油。
其实明明感觉还应该做得更好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可以去冲劲的，但是可能说到最后自己也没有发挥好啊，或者怎么样，可能还欠一点火候吧，当时就想着，再冲击一下一二年。Why does Owen going to keep making the same mistakes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Right, so you got to work your way in. You got experience. You got over 200 fights, maybe more. You know what I mean? You got experience, so you got to work your way into it. So you don't get excited. He was too excited. Yeah, I know. 当时我跟磊哥的认识呢，也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我在办公室里坐着，他进来了，想填一个表。他说的一句话我也听不懂，因为他的语音口音带着河南口音非常非常重。我说你能不能再说一遍，他再说一遍还是没听懂。那是我第一次对他的印象，高大，2米的个子，腼腆，不会说普通话。 My very first time when I met Jalay was in 2010 in New York City, and I said to myself, wow, this guy is big. I've never seen a Chinaman that big, 6'6". At that time, he was like 250 pounds. And he was slick and he was fast. And he really did know how to fight. At that time, I didn't have a lot of knowledge about professional kung fu. I just wanted to think of professional kung fu就像电视上演的世界拳王啊，因为当时职业拳击在中国没有普及，因为不知道职业拳击到底怎么样，然后正好这边也在想着再打一架奥运，再冲一次嘛，争取能冲到金牌。最大的遗憾就没有拿到奥运会金牌吧，这应该是最大的遗憾。其实也不算遗憾，只是当时也是在往上面冲，但是没有冲上去，自己也努力了，然后教练我们都努力了。